新泰鲁格列车一亮相轰动全台，现在台铁要再让你眼睛为之一亮。台铁邀请您一起搭上观音环台列车。你没看错，从小就熟知的观音菩萨，从庄严肃穆的感觉化身 Q 版人物。台铁特别找来国际禅画名家洪启宗老师上车创作。我怎么动的话，我的手不会动。我希望不要死急刹车就好了。除了车身有七尊不同的守护观音外，车内还提供写经祈福服务，特制的养生便当让搭到的民众感受浓浓波比味，就有保佑的意思。觉得这种 idea 很棒，感觉上就是一趟很心灵的洗涤吧。有的人可能不是信这个佛教的，一个列车里面有几个车厢式，这样可能会比较好。母亲节的道理，那么可以用观音的这种概念啊，能够来艺术。4月8号上午开放订票，5月7号将首航环台，让观音的福泽跑透全台湾。记者江长明、吴品仪台北报道。